也要去转播吧。好，那我们有看到画面吗？就是这是我们这次的大奖，是罗技的那个 G633， 也就我三三带的这个，它会发光哦，你看有没有看到？请你把它，没有，它会发光，很酷哦。对，这是背面啦，我之前把第一次戴的时候把这戴成正面，然后我一直觉得奇怪，这耳机怎么不知道说不起来哪里怪怪的，原来是我戴反了。哦，它可以，对，它可以这样子，而且它有12段的那个长度调整，对吧？就是这是这次的我们大奖，然后我们还有二奖跟三奖，不是，这边二奖跟三奖，拿出来了，这个是阿吉提供的阿吉奖，阿吉奖，对，这是泰克斯，然后跟这个是这是哈子提供的罗技电竞背包，对，因为那时候我跟他都有拿到一个啊，然后他就是把这个捐出来，就是让大家多一个奖项，这个罗技的背包。好，那我们先从阿吉奖开始播哈，好，来交可以先存，哦，好，你说那个图片嘛，对，好。那我们这一次抽奖的话，就用那个网页产生。我现在有要订阅的吗？有要订阅的，最后把握最后机会哦。我们再给大家5分钟，好，最后订阅才可以抽，订阅才可以抽。帮我确定一下，抖内有发出去，我看一下。我在网页会卡卡，就是会顿一下，所以我也不知道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抖内有哇！小 V 刚刚抖内哦，哎，我用讲的好了。小 V 说，拍写这几个礼拜要准备之后的比赛很忙，不能完全参与子龙他们的计划。干这一点点心意，希望你能体谅我。小 V 他懂那个100美，然后 JACOB814053 他说4周年快乐，可惜我要上班，然后懂那5美金，然后这边有一个水树他懂那50美，他说辉哥没有你也没有现在的我，然后等一下哦，有电话。猎人就跟神族一样。喂。嗨，自己问会。你好。你哭屁啊！猎人跟光炮。干，不能哭就对了，操。好啦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干嘛哭？没有啊。也没有要表示一下什么。表示一下，那你什么时候来台北？哦，就快了。你知道我这有一个你的位置吗？真的、哦。对啊。那太感谢了。对啊，那个在那个角落那边，厕所那里。没有，角落那边有一个位置，那边有一个电脑是空的，你怎么样？怎么看？对啊。对、啊，好啦，谢谢你，真的。那我要不要哭？我没有哭。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那个安安的宝贝啊。对啊，他是安安的宝贝。你就是要我就接这个梗的。没有。还要更新呢、欸，好废哦、喔。我在眼睛还红红的、欸。为什么、啊？没有，刚刚眼睛进沙子。我们家里风很大。对啊，进沙子。你住瑞士那？对啊，没有，我住我家啦。对啊。好，哎、欸，伊恩，那我继续跟那个，我继续用那个抽奖的。哦，你要抽签 call in 是吗？抽签 call in 没有，不是，我要抽奖。哦，你要抽奖啊？对对对，我也要抽，我也要抽，我也要订阅才有哦。啊，订阅才有，订阅才有。可是我也有订阅啊。你有订阅，真的假的、啊、？OK， 那搞不好会抽到你，你要捐出来吗？对啊，其实我开玩笑的。靠北，好啦，我先跟观众聊天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我回来开直播哎、欸。对，我在开直播。安安的宝贝，哇塞，好了，安安的宝贝，拜拜，还有伊恩，再会了，下次晚点再聊，拜拜。860哎、欸，860萌哦。然后好，刚刚讲到哪？讲到那个哦，在先辈刚刚抖内了100美，他说跟了你4年，那我们继续下个4年吧，4周年快乐。好，4年后我们还会再办一个8周年。然后卡明体刚刚在15分钟前抖内了100美，他说 Happy 4周年。对，好，那斗内的到这边，然后我们看一下哦，订阅的一直陆续有。好，那我们到我们50分了，还有人要订阅吗？有的话聊天室打一下，不然我们要直接抽奖咯。
打给小 B 吗？好，我打给小 B。小 B 不知道在不在，有点想他。B A Y N E， 他不知道在不在。可是他在他们的训练室。我看一下多少，干他没接，好猛！他没接了，觉得难过。他开忙碌，所以可能没看到，对吧、啊？我看一下是他多少订阅了，等一下，嘿，看到吗？看到了，现在248，喂，哎、欸，你发疯哦？没有啊，为什么？不是为什么你的 Sky 的图越来越变态了？没有啊，等一下，最近问题有点多。我跟你讲。一年前来的时候，你的 Sky 图是一个妹子的脸，然后前阵子变成一个，你跟我说他什么？啊？前阵子那一只叫什么去了？叫小雪啊。小雪是不是？哎，现在这个是一个奶很大的萝莉妹，然后还露出她的脚，这到底是怎样？没有，这有她的魅力在啊。你他们、啊、来，我给他们看一下，你这个他妈的这是什么图？哦，他们这样好像看不到那个图，可以用个人秀。你们看，他这个图，你们受得了？一个萝莉妹子，好了，我把他按掉。哎、欸，谢谢你。啊？你怎么没有来？有啊、我还以为你会来。哦，没有办法、啊，今天对啊。准备要比赛是？对啊。抱歉。不会啦，有啦，我完全没有想到你会有这些举动啊。没有，我因为想说我没有办法去，就对啊。嗯，好啦，下次虾面给你吃，好不好？很久没有虾面给你吃了。啊，都没问题，没问题。OK， 下次是 OK。啊，我们那边的位置，我们那边拥有一个位置是你的。哇，我知道，就那张椅子还留着吗？不是，那我跟你讲，那张椅子还留着，你知道吗？我每次开台的时候。你现在看那个直播，等下30秒后会看到。你看那个直播，我每次开直播的时候，我都把这椅子放到旁边，就好像你就坐在我们直播旁边一样，对吧、啊？而且我们这边有一个电脑是空的，就专门为你而准备的，你知道吗？好，知道。对啊，如果哪一天没有你失魂落魄的时候，没有开玩笑，哪一天成为世界冠军的时候，记得来这边哦，蓬荜生辉，好不好？没问题，有机会。OK， 有机会。好，好，谢谢你。那你赶快抽奖。好，拜拜。哎、欸，249，249，再一个好不好？哇，250了！酷0628，酷0628，哇，你是第250干爹，哇，我，哇，这个。两个月，你知道吗？我盼了250人订阅，已经盼了两个月了。从多少？从我们那时候8、9月干爹感谢，9月底吧，然后到现在已经多少？11月，哦，两个月了，我们终于250了，我们可以多两个贴图了，哇，好感动哦，我们可以多两个贴图了，哎，刚刚又多了一个251。好，我们最后再宣传，最后，我们再给大家最后5分钟啊，现在已经10:54嘛，再最后5分钟，最后5分钟，大奖。G633耳机，然后这个是罗技的电竞背包，但是这个听好像是非卖品的，因为我在网络上有去查它的那个价格都没查到，所以我想这有可能是非卖品，因为这个之前是好像是你买键盘，然后就是好像有一档活动是买键盘送的，我去查说是这样子，那现在市面上好像是没有，或许有，可是我没查到。然后还有这个比较小一点，是阿吉提供的那个泰克斯哦，因为阿吉比较小，所以提供的奖项看起来也是比较小一点，不过没关系，有心意到就好，心意到就好。九月的时候多少人订阅？220多，九月的时候220多，然后我们现在过了一个多月，剩250，终于250了，太感动了，对吧、啊？哎，所以收贝真的有事要找我的吗？对。
但是是打字。他是认真的事啊。你先转播，我等下跟你讲。他你知道事情了是不是？我知道事情了。是跟等等两点多的事情有关吗？跟转播有关。跟转播有关。但是没有要搞我吗？没有要搞你啊，他是人家过来看。哦。我看一下啊。但是我很怕我会睡着，你知道吗？是吧？所以接下来就是不玩了，好好好，因为你知道吗？就是九妹也问过同样问题，对吧？好，那我们剩下最后四分钟要抽奖喽。我们等等是那个十一点一到，我就会整理出最新的名单，然后我们会用这个网页来抽。你们看到？这个网页吗？哎，这边好像没有看到网页的样子。我在想，我干脆再弄一个网页出来啊，这样子。你们看到这个网页吗？然后这边我们会设一到，像我们现在是，我们现在是250多个嘛。譬如说，我可能就设个200。哎，网页又卡住了，大概设个，别卡、啊。譬如说设260吧，选一个。那选到譬如说像这样随机产生49，那我就会去找那个。那个 Excel 的名单就是排名第49名的那个干爹，好，就会得到我们的第一个泰克斯奖。好，配票都没有办法直接订，跟他订阅都不。然后第二个要抽的就是抽背包，第三个再抽我们的耳机大奖。更不知道是几号是？那我先给大家看一下。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抢先版的，好不好？我来不及了。我慢慢的放抢先版的，我刚记得我抓一个了。哎，这里我抓一个抢先版的，你们先看一下自己大概几号。那后面定的就应该就比较快找到，就比较我们就不用再重放一次。先给大家看一下目前是长这样子，这样子看得到吗？好像太小，对，我把它放大一点，这样看得到吗？这样看到吗？好，然后我一个一个设，不是一个一个设，好奇怪。删除。好。删除。好，来，这个是我们的这边，我们一个一个看哦。哎，为什么左边还有一个啊？奇怪，这样子。这样子看得到齁，我一个一个往下移哦，我一个一个往下移哦，你们可以看一下哦，因为你们其实照你们的抖内的时间就大概可以推算出你们是在几号。来，我再往下移，来，我慢慢往下，这样应该看得到吧？这应该够大了吧？我再把它放大一点。这样，来，再来，有感觉吗？有感觉吗？有看到自己的名字了吗 ？APTT， 对，我们放顺便放个音乐好了。来，有等级的要怎么算？基本上你会出现在上面都是等级超高的，你看像这个。Mean by Max， 这个已经定了，从多少？2015年8月，这个也三四等了，对啊，没有，因为大家想要看自己是几号。这个音乐是子龙去找，他说这个音乐不会被消音，是有版权的。因为有人想要有那种紧张的感觉啦，反正我是他十一点喽，
我再给大家大概扫一下哦。这是照那个订阅的时间顺序。好了，好，那我要抓最新。他有一个250的那个干爹。嗯。就是给他当做你的那个叫什么？啊，你说刚刚第五的酷酷那个是？对啊，他满18。那刚刚那个第250号的干爹，那个酷酷哥，酷酷哥你在吗？喜欢喝红酒。他只说这个红酒是，这是好像是你妈，妈妈带来的。你妈妈从那个国外带回来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，因为它上面有中文标识。哦，那应该是从台湾带回来的，就是他指他妈从台湾带回来的红酒，那个就是他说送给那个刚第250个订阅的干爹，然后当。好，当礼物，然后你再粉丝团私信我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抽奖了。我把最后的名单弄出来，我把最后名单打出来哦。来，要打咯，让我打一下最后名单。257，现在有200，总共257个订阅。然后，好，那我们截止咯，我们现在就是这257个。好，等我一下哦，我把名单打出来。噔噔噔噔噔，哎，他不给我一个最新的，他给我最新名单才对啊。等一下，我要等那个退局寄信给我。噔噔噔噔噔，三点。哎，超尴尬，这退局没寄信给我哎。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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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，终于下载为 VIP， 等一下哦，下载。网页卡卡的。好，最新名单在这边，我整理一下，删除，删除，确认一下哦，258个哦，总共258个干爹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抽了，258个，258，正要抽，要抽了，要抽了，一个，第一个我们的奖品是，这个是。暴雪的正版的哦，你看这个可以拔起来，暴雪正版的，这是应该是瓶盖，我们有试用过了，没有，没有试用，我们只是试着插上去那个瓶盖上面，看能不能真的用，但是它是可以的，它是可以，就是那个宝特瓶的上面那边不是有一个旋转圈盖盖着，你可以把这个弄上去，虽然说我是觉得有点脏啊，但是就是它是这样设计，啊，把它拔掉以后其实变蛮帅的，我觉得。好，这个第一个，这是阿吉提供的泰克斯，那我们抽第一位幸运得主。我们抽第一位幸运得主，等一下，为什么画面有点小？我们抽第一位幸运得主，来了，晚安喽，晚安喽，预备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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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122，122，恭喜你，你 Nike 欸 Nike 我靠，要怎么念了 ？Nicki 201，Nicki 201有没有在场？Nicki 201，好，不管就是你了，你是泰克斯，泰克斯，你有在场吗？泰克斯，恭喜你抽到泰克斯。好，那我们抽第二个，罗技的
电竞背包，这叫做征服者，征服者电竞背包，罗技的哦。那个我就是有跟他们的那个聊过，他们说他们的这些电竞的牌子全部都是台湾人生产的，在台湾制造、台湾研发，都是台湾的那个纯正。哎呦，没有刚好，纯正台湾人的产品啊。哦，这个他不是泰克斯吗？应该是泰克斯吧。来，这个、哦、背包，我们收第二位幸运得主。噔噔，来啊、哦，准备喽。没有，有在没有没这次没关系啊，因为没有说要你抽号码牌，所以说有抽到就可以了，有抽到就可以了。好，第二个、哦，你要帮他按吗？我来，来按，来我先来，集气一下是不是？踏取一下，像是这个，上次他这个，你要踏取什么？踏取你的手指头、啊。踏取手指送他。啊、好，那你要帮你要抽那个第二位抽到这个包包的，来我们用阿森来抽。你要哪一只手指头？干，你一定要这样。你喜欢哪一只？我喜欢你要哪一只？一起好不好？一起，好你就用这个对，一起抽。拿起来给大家看，认真吗？靠北，但你滑鼠没有点到这里啊。OK， 然后把它拿起来。站着站着，这样子 ，OK， 好来喽、哦，来喽、哦，来，一二三，哦，75，那我们来看一下75是哪位干爹？75是，哎呦 ，Love Me Dog， 哦，这个也、欸、恭喜你，恭喜 Love Me Dog， 这个也是很常见的，我抽的，对，阿森抽的，你如果要感谢他的话，他也给你特别的感受，你也可以给他特别的感受 ，OK， 这个是电竞背包。哎、欸，恭喜你！他有在场吗 ？Lamy Dog 有在场吗 ？Lamy Dog， 不过没在场也没关系啊。就是我们这次抽到，就是会我是那个，就是你们在用有抽到奖品的，在用粉丝团跟我联络。好 ，Lamy Dog， 还有那个刚刚那个是 NICIKI 2011，好，就试一下，用粉丝团密我，好，用粉专密我，好，接下来。大奖，耳机哈子抽，但是哈子现在我看一下他在哪里，哈子抽，还是我抽？我看他要不要抽好了。原味耳机，哎、欸，耳机抽到，你觉得要在场的人才能拿？你说耳机吗？没有，可是有些人他们支持了很久，他们可能订阅了18、19月，但他们这时候因为很晚了，可能明天要上班，所以才会没在场。所以我是觉得没关系啦，就是有抽到，然后我就会寄给你。好，来最后大奖。啊！我抽，我来抽，对啊，我抽。而且我们一开始规则是讲好说是不用在场的，所以就没关系。我容易又卡住了。好来，你觉得你过十天生日抽你是不是 ？OK， 子龙抽，子龙你要抽啊？好，你要抽 是不是？那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手势跟阿森一样的？没有啊，没办法。你没有什么特别的手势，对不对？平常。没有那个练习对象，靠背，这你有了，靠，难怪会有蹦蹦的声音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对，你要来点起手式之类的，比如说像是，你可以你去干小天的鸭子啊，你还真的，他的鸭子啊，虽然说小天已经没有在这边，但是他的鸭子跟我们同在，你知道吗？每次看到他就好像小天还在我们身边一样，然后小天的，你要小天鸭子的老二抽对，好要抽了吗？要抽我是不是？我要抽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抽大奖，最后他老二抽是吗？看你真用他老二抽、喔。没有。来，我们来抽这个 G633 耳机。来喽。对，最后大奖。来，好57，57是谁呢？57也是很前面的干爹。57是我们的 Beyond。
1024 Beyond 1024有没有在场？有没有在场 ？Beyond 1024啊，一堆人在那边干了。我在啊，我应该没关系，有没有在没关系，反正就是你们抽到奖的那个私讯我，好不好？哎、欸、，Beyond 1024有没有在啊？有没有在啊？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喜悦啊！哇、哦，他在，好猛哦，他在。嗯 ，OK， 哇，今天真的是太让我意外了，居然，妈的！居然哭了！这影片居然搞我，是吧？好，好，好，哎、欸，记得哦，刚刚这个，我们再重复一次哦。这个，哎呦，对，你看我这个滑鼠都要滚，来这个。泰克斯奖是由我们的 NICIKI2011 抽到，然后我们的电竞背包是由 Lamy Dog 抽到，然后最后我们大奖那个罗技的 G633 是由我们的 Beyond 1024抽到哦，恭喜你们三位，恭喜你们三位，对，小。